眼前的这只鹅因脖子严重扭曲而不能行走，旁边的另一只鹅在旁边守护着，并呱呱地叫着，好像在呼唤主人。主人听到声音后抱起受伤的鹅，主人告诉我们，这只受伤的鹅是妹妹，两个月前因受伤导致脖子弯曲而不能行走，一直是这只鹅哥哥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妹妹。当女主抱着妹妹，而哥哥一直在后面跟着。随后女主把妹妹放在一个简易的筐子里，哥哥则在旁边守护着妹妹。当一只公鸡接近时，哥哥发出响亮的声音驱赶着这只公鸡，一只小猫路过也被哥哥怒吼着，把小猫吓得惊慌逃跑。随后哥哥跳进筐子里，用温暖的身体呵护着妹妹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妹妹看过医生，但是没有好的自愈办法，只能这样每天在地上挣扎着。随后我们决定带着妹妹去大的宠物医院。当女主带着妹妹要上车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紧追不舍地叫着，好像在说，你带我妹妹去哪里。他奋不顾身地穿过围网。随后我们来到宠物医院，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检查，宠物医生告诉我们，妹妹脖子的骨头已经弯曲，现在还不能进行手术矫正，而是等她健康稳定后可以给她进行手术。回到家后，女主给妹妹熬制了汤药，并一口一口地喂着妹妹。几天后，我们再次拜访了这对兄妹，我们看着原先不能站立的妹妹现在站了起来，并能缓慢地向前走着。妹妹每走一步，哥哥在旁边跟随守护着，恐怕妹妹摔着。我们看得出哥哥对妹妹的感情很深很深，好比我们的现在都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哥哥或是姐姐。